Australia。解释香港嘅地道文化啦，我哋食住呢啲长大噶嘛。我首先打咗啲迷藥先，因為今日稍微煮得多些少，啊，一陣間用嘅，一陣間煮合同同杏仁嗰陣時用嘅。譚先生做咗廿幾年小販，一直喺上水彩園村街邊擺檔賣糖水。佢平時下晝先開始預備食材。不过呢日要去一个地区团体办嘅墟市摆档，所以提前喺朝早就煮糖水。今日嘅份量嚟讲，比平时都系多四分一到啦。因为过去北区嗰个墟市节都比较多人，啲客咧都知道我呢两个甜品系 OK 嘅，都好多人帮衬。我而家就落水啦，因为炸过。炸過咧就有油啊嘛，咁我用滾水淥佢咧，將嗰啲油啊分解翻出嚟，咁就唔會咁多油嚟啦。我而家煮好個杏仁噶啦，我要轉落呢個車度噶啦。杏仁糊、合桃糊，啊粒粒自己磨嘅。系。谭生话：最近呢一年喺街边摆档，成日俾领展、房署同食环署轮流驱赶，令佢收入大减。喺呢类嘉年华会食嘅墟市摆档，可以稍微帮补一下生计。个心定啲，好似做贼咁。而家我哋仲惨过，唉，冇办法，系咁样噶啦。街我哋就走鬼啊，周不時走到俾車仔撞親只腳啦，啊咁啊痛咗我十幾日，而家都微微地仲係有啲啷唔自然嘅感覺。咁呢度咧就叫做稍為好似定的咁啷咁樣啦，可以叫喺度擺一擺啦，咁啊聽啲人知道下咯。呢個墟市由地區團體喺2014年開始舉辦。每兩三個月會定期搞一次，邀請唔同嘅檔主嚟擺檔，以售賣農產品同手工製品為主。而譚生嘅糖水檔係全場唯一嘅熟食檔。你攞走，冇問題。啊，你啊買杏仁，你未食過，先俾你試下。飲完之後通常唔會唔要，跟住但係要多。冇所謂㗎，係啊。我哋呢啲無牌小販，你政府淨係一個趕我哋拉我哋，冇用噶。即係好似洪水咁，你嗰啲河流淤塞，你係要疏導噶。你點樣堵點樣防都效果唔大噶嘛。撐基層墟市聯盟發言人趙善庭話。呢類墟市着重檔主同顧客嘅關係，希望建立居民對社區嘅歸屬感。不過要搞一次墟市，手續一啲都唔容易。因為而家團體要搞一日嘅墟市咧，其實係要走訪十幾個部門，無論係借用場地啦、申請牌照啦、同唔同嘅部門去協商啦咁。咁但係而家到而家為止，政府都未有一個統一嘅部門或者統一個機制去讓到團體係清晰知道成個申請嘅流程係點樣。趙善庭話：因為食環署嘅牌照限制，墟市檔販唔可以使用明火煮食。令他們無法引入傳統街邊熟食攤檔。
深水埗桂林街过往几年，每逢农历大除夕至初四晚上，都会有好多熟食小贩摆档，吸引大批市民来到扫街帮衬。近年在不同地区都经常因为扫档无牌熟食小贩的行动，引发执法人员和档贩之间的冲突。去年年初一晚，在旺角更因为小贩摆档问题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郑永信是深水埗区区议员，曾经在区议会会议上反对开设桂林夜市给小贩摆卖，他还表示支持食环署依法执法。一來咧，佢哋好多時候經營到夜晚兩三點啦；二咧就係即係佢哋嗰啲環境衞生咧係唔理想嘅；第三咧就係嗰啲味咧都係好強烈嘅咁樣，咁啊即係可能啲燒烤味啊等等，咁對佢哋咧係造成生活嘅困擾。咁我哋都要同樣係顧及佢哋嘅感受。呢啲係舊年一啲嘅節目嘅即係情況啊，咁樣都其實都係幾開心嘅。我哋呢個街坊節咧。郑永信说他认同小贩有存在价值，不过又不可以忽略无牌小贩带来的环境卫生问题。去年开始，区议会批准地区团体在深水埗枫树街球场举办新春墟市，场内摊档亦不可以明火煮食。明火咧，即係喺個食物安全以至到防火安全咧，呢個咧大家都係有擔心嘅。我哋嘅認知咧，即係特別咧，如果喺一啲街頭裏邊，如果做明火煮食嘅話咧，係有危險性喺度嘅。即係例如可能嗰啲木頭車撞到人啦，或者係嗰個火咧係有啲危險啊等等。人称新哥的曾启新做了三十几年小贩，由当初在街边推着木头车卖肠粉，到今日开铺经营。他说每年趁农历新年都会推车仔在街边摆档，做多些生意。即我哋做去到街边嘅啦，即系讲好食，就唔系讲话啲酒楼嗰啲要执到佢咧有啄头啄尾，我就唔啄嘅。其实粉嚟讲咧。即係頭尾咧，啲粉咧其實係最滑嘅。新哥近年轉行做裝修，又開鋪賣腸粉。不過佢話喺街邊擺賣嘅氣氛唔同，可以直接同市民互動。所以今年亦打算去旺角擺檔，不過佢話近年食環署執法頻密咗，令小販嘅生存空間逐漸收窄。小販香港特色，唔可以盲目做佢。我都話落去桂林街夜市做腸粉，做幾十個年頭，從啲細路仔十幾歲食到做阿媽，翻為細路仔都帶埋嚟食嘅。未試過有一年年初一都唔會擺檔嘅，我擺咗三十幾個年頭嘅，都有開嘅。新哥近年積極參與爭取小販權益嘅活動，去年旺角發生騷亂，佢都有喺砵蘭街擺檔。今年有地區團體舉辦新春墟市，亦有邀請佢去擺檔，不過佢覺得喺墟市擺檔限制多，又唔可以用明火。所以最後都係打算去翻街邊。過年幾日，大家咧就去嗰度熱鬧下，啲市民有地方周圍食啊嘢啊掃啊雞啊，世界各地有嗰個特色嘅小販，係咪先？去香港人唔俾啲小販做為乜嘢啊？為自己做官好做啫嘛，卸薄卸薄。我諗熟食咧就
依邊依個橋底依個位咧，係啦，都係可以擺三檔啦。係。係啦，咁依邊近依邊就做啲 reception 啊、展覽啊、飲問卷調查啊咁樣啦。Kelly 是重建街道熟食文化关注组的成员。几个月前，他们计划农历新年期间在深水埗通州街天桥底搞熟食墟市。不过他说，由于受牌照规定所限，这个熟食墟市只能够以展览会名义去申请。我哋今次申請其實要用兩個牌照啦，咁誒臨時娛樂場所牌照咧，其實就唔係申請啲熟食嘅檔攤嘅，佢係類似話申請一個展覽，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咧就要喺我哋嘅熟食區嗰度咧都要整一啲類似係展板啊咁樣去即係講一啲墟市文化咁樣咧，等到佢咧係依一個展覽咧，咁都可以有一啲熟食嘅檔攤咁樣。咁你可能買埋中山而家係咪？佢有六個插頭，咪真係做到六個爐。佢話要計一計啲爐數，佢叫我俾啲爐嗰個烏底去睇。Kelly 話：現時政府並冇熟食墟市政策，過去兩個幾月，佢哋要向不同政府部門申請，令人疲於奔命。嗱，依一份咧就係熟食整熟食區嘅時候咧一啲嘅申請文件啦。咁首先咧，佢哋首先向區議會提交舉辦熟食墟市嘅建議，得到區議會同意後，再向食環處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呢個牌照要經十個政府部門審批。其實佢涉及嘅部門咧，係包括例如警務處啦、環保處啦、民政處啦、地政處啦、運輸處啦、路政處啦，依一啲嘅部門嘅。只要咧有一個部門咧係反對你哋依個申請咧，咁你哋個申請都不獲接納噶啦，咁樣。到申請被接納之後，又要攞一個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不過牌照限制條款眾多，其中最關鍵嘅係。熟食墟市只能夠用翻譯嘅形式去烹製食物，即系咧，我哋嘅食物咧係唔可以由生變到熟嘅。咁依個生變到熟嘅定義係乜嘢咧？即係例如我哋雞蛋仔啦，喺出邊街嗰度，啲蛋漿係一個生嘅，所以就唔可以整雞蛋仔啦，因為生變熟啊嘛。睇睇嗰度，喂，開嗰邊睇睇嗰度啊！我掛上去咯，幾長度啊？唔方便，即係差幾多闊，即係餐牌，我掛喺度，我掛喺度。同樣係推廣街頭美食，由政府倡導嘅美食車先導計劃，第一批商户會喺年初七開業。黃偉文係其中一位營辦商，佢話香港未曾有美食車，所以由買車、整車斗、廚房裝置以至防火設計都冇先例可循。仲要面對政府多重牌照審批，歷時一年先完成。其實呢一個係都算係香港係一個全新嘅。你話好簡單，出木頭車喺個街嗰度賣嘢食，但係呢個就係傳統香港咧叫做即係可以話香港美食車啦嚇。如果人哋話我哋流動熟食小販咧，我覺得我哋就唔係嘅。你話我呢個流動嘅廚房，第一。個 run 就係金紫荊廣場，拍兩個禮拜。黃偉文嘅公司喺美國營辦六架美食車，佢話政府冇為本港嘅美食車提供停泊點以外嘅配套資本，所以佢哋又用咗100万投資呢個中央廚房，連同裝置美食車，成個計劃至今用咗200万。比政府預計的60万入場門檻足足多了3倍。呢個廚房咧裝修咗咧，任何嘅食物都可以製作嘅，配齊曬咁嘅嘢，裝修都100万。所以我哋覺得一個美食車個投資成本咧話貴，我覺得係唔貴，因為依係我哋預計之內。因為我哋有經驗嚟講，一架車就算我哋喺外國一架美食車都係咁上下嗰個投資額。呢日佢驶到其中一个指定营运点观察人流，佢架美食车主打卖包，每个38元。我的价钱就好贴地嘅，咁如果而家个靓啲汉堡包咧，都讲紧50几蚊、60蚊啦。
咁如果而家街頭你去買鱈魚蛋嘅，去長洲買鱈魚蛋嘅，都講緊$10一兩粒啦。咁啊，如果我哋嘅價錢，如果我做翻同一樣嘅，應該會唔會話差得過去邊咯？我覺得我哋嚇，同埋我哋一個質素嘅保證，同埋個食品衞生嘅保證。美食車嘅概念係想透過旅遊項目推廣本地街頭美食文化。不過唔少香港人期待嘅係喺鬧市街頭遊走嘅木頭車上面嘅地道小食，好熱鬧咯，係咯，幾好，特色啲啊，都係覺得係咯，好多嘢都新鮮啲嘅，其實睇得出嘅。今年嘅年三十晚，小販又好似往年咁出嚟聚集擺賣。喺旺角經歷咗舊年嘅騷亂後，警方今年在附近嚴密布防，十幾個小販就在一條後巷擺檔，依然吸引不少人來到掃街。$20一支，加埋都係$30，一定我係計錯㗎啦。謝曬，開心心過新年，咁樣冇地方去，咁咪梗係揾下錢咯。嚟幫襯嘅市民越夜越多人，食環署亦冇嚴厲驅趕。不少小販都話今年的情況冇舊年咁緊張，因為點解佢俾得我嚟開，其實係大家都想開開心心放鬆咗件事嘅。點樣得啦？開到初幾啊？初三。佢又揾食，我哋又食得開心，咁做乜唔做嘢？係咪先？多謝賣腸粉的新哥每年都會趁農曆新年在街邊擺檔，雖然他現在開了店頭經營，原本亦打算由深水埗出去旺角擺檔，不過年初一晚來幫襯他的客人太多，生意好到做不切。以前我的街坊和那些fans，以前很多都知道我可能雞擺了幾十年，逢過年都有幾天擺的，咁啊，難得一年一次嘅，咁樣等佢享受翻我個車仔做嘅嘢出嚟俾佢哋試下啊嘛。排隊嘅人龍太長，佢索性將擺街檔嘅腸粉車推埋出嚟招呼客人。不過冇幾耐就俾食環署嘅人員勸喻佢收翻埋。你個斑馬線咧，俾翻啲路人坐。點解佢架車就喺度做啊？我要起碼知道係街邊嘅嘢啊，特別唔同鋪頭做嘅啊，街邊有街邊嘅風味。$10一份送飲品，李先生要辣嘅，攞住咗一碗先啊嚇。係可以睇下，呢份嚟睇下先。多謝。今個農曆新年，深水埗區有兩個合法熟食墟市，楓樹街球場係其中之一。由下午3:00開到夜晚10:00。今晚見到個氣氛都比我哋預期中好一啲嘅。咁有個感覺咧，我啲覺得似去翻好似油麻地、大笪地啊嗰啲咁樣嘅，即係街頭嘅墟市咁樣嘅情況。哇，好靚喎！呢個係小籠包係咪啊？係啊，呢個味啊，小籠包。鄭永信話：呢類墟市俾到區內街坊一個聚腳嘅地方。不過他話開放的時間和煮食的方式可以再檢討。開神派利是！我要向你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在深水埗的另一邊，通州街這個熟食墟市經歷了兩個多月的申請，終於在年三十開檔前3小時拿齊所有牌照。14個攤檔終於可以售賣魚蛋、豆腐花、串燒各式的街頭小食。今天我們是賣懷舊的粉仔粥，咁同埋呢個洛神花茶咯，即係15分鐘就全部賣曬啦。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很大的鼓勵啊！我發覺即係好多街坊嚟到嘅時候咧，佢會係食緊佢哋唔單止個味道咯，仲係佢哋以前嘅一啲嘅回憶咯。籌辦團體成員之一嘅 Kelly 話：氣氛比預期理想。呢度咧食嘅係人情味啦，同埋佢哋係要有一班檔主、一班聚集嘅小販一齊，同埋咧要有咧當中亦都要有一班人群咧去幫襯啦，咁樣係成個整體先至係維持一個熟食嘅墟市。Kelly 話：今次搞呢個墟市嘅過程雖然繁複，
但市民反应踊跃，证明传统的地道小食一直受市民欢迎。他希望累积今次筹办的经验作为试点，将墟市文化扩展至全港各区。多谢多次啊！我希望可以減省翻啲程序咯，咁值得嘅當然，即係搞咗咁耐，咁起碼有一個熟食區係大家基層都可以加入，而係由下而上咁去規劃而成，咁我覺得係值得嘅。Thank you.